Fresh as a mist on two leaves on the run. You don't need to. 叶主任。喂。哦，对不起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贵吗？整整50000块，你扫一辈子的厕所都赔不起。欺人太甚！吵什么吵？一个个的。不用干活啊？怎么回事？总监，王小虎违反规定在公司吃泡面，还溅了我一身。待会儿我可是要见李总的，这样子怎么去见呢？谁规定公司不能吃泡面了？我现在说了，就是规定。没错，叶主任说了，那就是规定。王小虎，我现在宣布你被开除了。不是，总监，这个女人我……好了，赶紧收拾你东西走人吧。总监，赶紧带着你的垃圾给我滚！你真把公司当自己家了？哼！叶天爱，你给我记住，总有一天我会出人头地，到时候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求我。我去，还是有钱人会玩啊！李哥，你说过会娶我的，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再说了，你也知道我们家那个啊，跟我有很多年了，肚子不争气，所以呢，只要能怀上我的孩子。我就风风光光把你娶回家。李哥，你真好，我还想要。我去，还来？有完没完了？哎，不对，这车是不是在动啊？我去，这走！哎，别玩了，喂！哎呀，小兄弟，谢谢。要不是你提醒啊，我们俩恐怕到湖里喂鱼去了。你们没事就行。哎，小兄弟，今天这个事儿啊，就不要跟其他人说了。我再给你10万块钱，怎么样？我不要钱。喂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行了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大哥，我知道你是大人物，所以我想跟你混。哼，你为什么想跟我混？我也想像大哥你一样开豪车，身边还有美女陪伴。好，小伙子有志气。不过你想在我身边做什么？大哥，我给你当司机就行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个月给你开上5万。李总，这怎么可以？我的月薪都没那么高呢。哎呀，天爱，人家毕竟救了我，那就是我兄弟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快回去吧。小虎，上车。嗯，好。哎，你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，居然也能被李总看上。你是谁啊？我们认识吗？你这东西脏了，我不想要，你帮我扔了吧。小虎，哎。磨蹭什么呢？赶紧上车！啊，来了！行了，小虎，你先回吧。李总，这怎么？你还有事儿？李总，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吧，没钱也没地方住，你看，能不能先预支一下工资啊？
这钱倒不是问题，只不过呢，这合适的房子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找到的。这么样，这段时间呢，你就先在我家住，等你找好了房子，你再搬出去，这样也方便我用车嘛。行，谢谢李总，别客气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 哎呀，老婆，我这不是去接人了吗？这位是我的表弟王小虎，专门从农村过来投奔我的，以后就住在咱们家里了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叫嫂子。嫂子好。<笑>小虎，你以后就把这当自己家，这么大的房子就我跟你哥两个人，你来了还能添点人气。嗯，谢谢嫂子。建刚，那个王小虎真是你的远房表弟啊？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一点都不像？毕竟是远房表弟嘛。你关心这个干什么呀？人家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就走了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睡吧。我算了一下，我这几天是危险期。那咱们再接着来。<笑><笑>这就完了？啊。 可能是最近累是吧？你也知道，公司现在马上要上市，事情多得很。早知道晚上就不跟叶天爱出去了。已经不会是怀疑我了吧？你先睡吧，我去卫生间收拾一下。啊。 建刚，帮我拿一下浴巾，快呀！啊！ 嫂子，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来上个厕所的，我马上就去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！嫂子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哥，再把我赶出去吧？哎呀，好痛啊！嫂子，怎么了？小虎，能不能进来一下？啊，好，嫂子。 你怎么了？不小心绊了一跤。啊，那嫂子，你还能走吗？不行，我好像脚崴了。我去，你小子往哪儿看呢？嫂子的便宜你也敢占？你小心我告诉你大哥。看你那呆头呆脑的样儿，怎么跟你大哥一点都不一样？ 嫂子，那我送你回去吧。哎呀，不行，太疼了，你还是把我抱回去吧。啊，好。小虎，你可不要胡思乱想啊。嫂子，我没有胡思乱想。还说没胡思乱想呢？你当我是瞎吗？ 完了，被嫂子发现了，这下榴莲丢大了。啊！轻点，小心把你大哥吵醒了。行了，今天谢谢你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愣着干嘛？走啊！一会儿你大哥醒了，误会咱俩怎么办？ 亲我一下吧，你说什么？赶紧走！我不，反正今天你要是不亲我，我就走了。你，好吧。行吧，今天先答应，但是你一定要保密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，否则咱们都得完蛋。
我发誓，这下准打了。，谢谢嫂子。 差点被这小子老实的外表给欺骗了，没想到和李建刚是一样色胆包天的畜生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把他赶出去。今天大哥不在家，嫂子还没睡醒，我想再亲他一下，这谁顶得住啊？ 晶晶，晶晶，你在家吗？我来看你了。小虎，你怎么在我房间里啊？我进来了啊。不好，不好，我妈来了，她看见肯定会误会的。你快藏起来。我进来了啊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建刚怎么到现在还没起床啊？ 我们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晶晶，妈有点事儿想跟你好好聊聊。嗯，你和建刚结婚也三四年了吧？你看你到现在还没怀上，妈这心里愁的。晶晶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们小两口到底有没有在努力呀？有，有的。真的？那也不应该啊，都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 怎么了？嗯，没事，我前两天那个脚崴了，我刚不小心扯了一下伤口。啊，好啊，那你好好休息啊，我到时候再跟建刚再聊一聊。嗯，不应该呀。嫂子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忍不住了。哎。 出去！哦，你的活性很低，以后都很难有孩子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是我的问题？不可能啊！不行，我李家不能，我那么大的基因，必须要有人来继承。 既然我没有这个能力，那就让王小虎来。李总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小虎，坐。哎，李总，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哎，以后在家里直接叫我大哥就行。行，大哥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？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大哥，你说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哎，嗯，你觉得你嫂子漂亮吗？啊？ 嫂子当然漂亮，那你想不想跟你嫂子？不会吧，大哥难道知道我牵我嫂子的事了？大哥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在我面前还装啊？昨天看你嫂子的时候，你眼睛都直了。<笑>我这么说实话吧，我为什么找叶天爱？那是因为你嫂子生不出孩子，直到昨天，医院给我打电话，难道说，因为我的问题，检测报告都出来了。大哥，这种事情我也帮不上忙，你怎么帮不上忙啊？你只要让你嫂子怀上就行了，不然我李家可就绝后了。我说的话，你明白吗？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还能轮到我？该不会是试探我吧？大哥，那这种事。 嫂子她肯定不会同意的，她那边我会想办法的。老婆，一会儿把这个戴上，咱们就开始。可是戴上这个，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呀。哎，不懂了吧？这样更刺激，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只此一次。快。 晚上的时候，我会给你嫂子戴上眼罩，你直接过来就行。哎呀，那个老婆，慢点啊！
剑哥，嗯，真是，这个时候谁来电话？大哥，这就完了？哎呀，不是，嫂子来电话了，电话一响我就跑出来了。啊，没被发现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那就好。坚哥，你人呢？跑哪儿去了？哦，我在卫生间呢，等我一会儿，亲爱的。今天晚上看来是不行了，改天咱们再说。哎呀，昨天这么好的机会都失败了，太可惜了，只能再找机会了。下回你可一定要成功了，听到没？好的，大哥，下次我一定尽力。小虎，这事儿你要能办成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绕个道，先接天爱，再去公司。天爱来了。讨厌，还有其他人在呢。天爱，我先上去了，一会儿让人看到咱不好啊。嗯，小虎，哎，你回头到人事部办个手续。嗯，好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叶主任，要不我去外面等你吧。怎么还怕我能吃了你不成？我没怕。有色心没色胆的家伙，哼！这女人该不会是在勾引我？不可能，她那么看不起我，怎么可能？一定是我想多了。嗯，你好。我的妈呀！你们女生，你干嘛？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！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像没事吗？你给我踢坏了都！谁让你在我身后的？我后面又没长眼睛。大姐。我在门口叫你半天了，你在里面看这个，你当然听不见了啊！你，嘘，别瞎说，是我电脑网页中病毒了，我弹出来怎么也关不掉。那我管，反正你踢了我，你得负责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告诉李总。我说你上班时间你看小视频，你认识我表姐夫？谁？没事，我负责，你说吧。绝对不能让晶晶姐和姐夫知道这件事儿。怎么都行、啊、嗯，真的。嗯，那这样吧，我也不要钱了，既然是你踢的我，那你给我揉揉，说不定你一揉我就好了。你说的，我给你揉揉你就不告状了？我开玩笑的呀，这女的怎么真的答应了？那当然了，我王小虎说话算话。那我试试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主任，叶主任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解释什么？我都看得明明白白的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金瑞他主动说要帮我揉一揉的，是不是啊？金瑞说话、对对对，他受伤了，我给他揉揉。叶主管，行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里都是公司，要注意一下影响，知道吗？嗯。
对了，李总找你有事情，让你半个小时之后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好。李总，你说你让王小虎去上你老婆，那等你老婆怀上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个傻小子呢？等我老婆怀上了，我就让他立刻滚蛋。那如果他把上你老婆的事情宣扬出去了？天爱，你真当我这么多年是白活了？我有100种方法让他闭嘴。谁？谁？我出去看看。怎么了？一只不知从哪混进来的野猫，等会儿我让王小虎去捉了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王小虎那小子在那儿偷听呢。现在呢，我老婆怀孕还得靠他呢。王小虎，你干嘛？弄疼我吗？叶主任，你刚才为什么要帮我？帮你当然是喜欢你，你难道对我就没有一点想法吗？这女人嘴里怎么就没有一句实话？要不是我知道她真面目，就被她忽悠了。没有，你是李总的女人，我不敢。你难道对我就没有一点想法？不然刚才在车里的时候你还看得那么认真。主任，你就不要再玩我了。李总知道了，他真的会杀了我的。他都准备练完你一脚踢开了，你还怕他干嘛？我现在一切都是李总给的，他要整我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感觉你也没那么怕他，不然怎么会？我没有。小虎，没想到你本钱还这么足呢。小虎，你想要我吗？就在这儿。叶主任，你认真的？你摸摸我的心跳，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哎，别着急，我迟早都是你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想不想抓住李建刚的把柄？这样他就没办法给你翻脸了。难道你有办法？我知道李建刚家里藏着一个账本，上面记载了他10年间的贪污账目。你现在不是住在他家里吗？只要你拿到了账本，把他交给我就行。你为什么要对付他？你不是他的情人吗？他之前重视我，是因为我能给他李家延续香火。可他现在查出了不孕不育，我对他也没那么重要。等他玩腻了，迟早都会把我丢掉，我最后什么都得不到。小虎，其实我们是一根线上的蚂蚱。好，我可以帮你把账本拿出来。太好了，小虎，只要我们拿到了账本，还怕他不乖乖就范吗？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账本我可以给你，可是万一你拿到账本以后就跟李总一样把我甩掉，那我找谁哭去啊？这个女人可不是善茬，必须要多留几个心眼才行。没想到你还挺小心的嘛，不过为了让你放心，我就先给你点利息吧。我就先给你点利息吧。王小虎，你把我气成这个样子，我还怎么见人呢？对不起主任。小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？橙子味吧。那我下次涂橙子味的唇膏怎么样？好。只要你拿到了账本，我就涂橙子味的唇膏。你想涂在哪里都可以。涂在哪里都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能把我弄干净就行了。
这可不能怪我，是你先对我下手的。哎，小虎醒了呀！快来坐下吃饭吧。大哥呢？你大哥出差了，这两天都不在家。刚好一会儿吃完饭，你送我去趟学校。好。小虎啊，跟我一起上去吧，教室里凉快。嫂子，我又不是这儿的学生，能成吗？我是老师，谁敢说你啊？走吧。晶晶老师好，晶晶老师好。疏影，你这个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？我好歹也是舞蹈协会的指导老师啊，不能来看看了？你这个身材啊，真是越来越好了。你别取笑我了。还有，这位是啊，王小虎，建刚的表弟，现在给他当司机呢。这位是咱们市首富江北山的女儿江疏影。首富江北山，那可是身价千亿的大人物呀。江小姐你好。晶晶，我先去上课了。来同学们，我们继续刚才那个动作，往下压。他性子有些冷，你别介意啊。没事。那就好，我先去换件衣服，你在这休息。好。小虎，你能进来帮我一下吗？啊，好，来了。小虎，你能进来帮我一下吗？啊，好，来了。嫂子。小虎，我拉链拉不下来，你帮我一下。啊，好。你轻点儿。嫂子，你这样我使不上劲儿啊。你笨死了，你不会抱着我吗？嫂子，你的背……哎呀，别乱摸。那嫂子，我就先出去了。江小姐，我帮我嫂子忙呢。人渣，年纪不大，花花肠子倒挺多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对你嫂子乱来，哼！青青，你怎么了？那里有个生意伙伴来了，我得去处理一下。好吧，那您路上小心。你个小色鬼，看够了没有啊？舒莹姐，我嫂子呢？她先回去了，让我送你回去。我先去把车开过来。啊，好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不是说招待客户吗？怎么不接电话？我们过去看看。好。你谁呀？我是李总的司机，您就是那位朋友啊？哈哈，我是李总的朋友，我们以前一个村的啊。行。哎，您别进呢。我为什么不能进啊？嫂子呢？她刚出去了，买菜去了。她在撒谎，嫂子根本没出门。那好，
让我带我朋友进去换件衣服。哎，干嘛？你们不能进！你滚开！敢打我，滚当真！舒云锦，把门锁好。嫂子，嫂子，王楠那个混蛋，我以为他是建刚的好朋友，才好心招待他，没想到他趁家里没人，对我起了歹念。幸好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就被他给……嫂子，别哭了，待会儿我去找那个混蛋算账去。我的手跟脚都麻了。你能把我抱上床吗？好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听我解释。你别过来！你这个死变态！嫂子，我去跟他解释清楚。你在干什么？要你管！你这个连嫂子都不放过的变态！舒莹姐，真不是我干的，是刚才跑出去的那个混蛋，他绑了嫂子。真的吗？那你拉我一把，我现在说的不听使唤。舒莹姐，你的腿……你干什么？你这个小色鬼！我这不是关心你一下吗？你去找青青吧，我没事，我能自己回去。好。小虎，我怕。别怕，我在呢。等大哥回来，我们就去报警，一定不能放过这个混蛋。他不会又回来了吧？别怕，嫂嫂，我想了个主意。这次你去给他开门，我躲在房间里。这回一定不能让他跑了。简晴啊，你还说不想我呢？我刚一敲门你就迎上来了，你刚才还没玩完呢。要不是那小子碍事，你现在就是我的女人了。还好我机智，杀了个回马枪。青青，咱俩亲一下，我的小心肝儿。喊也没用，健康真的玩不动，我有的是时间，陪你慢慢玩。小虎，又是你，你小子敢阴我，欺负我嫂子，我弄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要打死我了！滚！你小子惹事儿了，我记住你了，你等着，我饶不了你！小虎，今天谢谢你，我都怕死了，幸好有你在。嫂子，我感觉我两边脸有点不太对称。坏小虎，我都没这么亲过你哥呢。我哪能跟我大哥比啊？小虎，嫂子没白疼你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是大哥让我偷你身子的。喂，好好好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嫂子，谁啊？是我表妹。他说他想我了，要来我家住两天。表妹，大哥，这是什么？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你的表现，跟我比差一会儿。到时候真让你办事儿，你嫂子肯定会发现的。这是我珍藏多年的学习资料，你拿回去好好学一学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才让我上阵啊？等几天吧，本来叫你今天晚上来。但是我老婆的表妹要过来住几天，人多眼杂，别到时候露了馅儿。
那我再学习学习。哦，对了，那姑娘年纪跟你差不多，也是在咱们公司实习，她估计搬家的行李倒是不少。你嫂子让你早点回去，给她搭把手，今天晚上就不用送我了。还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？谁啊？她住几天？你小子乱问什么呀？人家那是燕大的高材生，哪能看得上你这乡下来的牲口啊？我就是问问住几年，别到时候耽误大哥你的事儿。这我就不知道喽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到时候可以自己问嘛。说我是牲口，到时候我就牲口给你看看。表姐，人家今天晚上想跟你一起睡，可以吗？你别闹，我跟你姐夫还没孩子呢。啊，这你们俩今天晚上要办正事儿，那我住进来会不会有点打扰到你们哦？他呀，就是一哆嗦的事儿。你以后找男朋友千万不能找这样的。那些丑不要脸的都说自己很厉害的，那我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你找老师啊，老师到时候给你参谋参谋。那老师参谋过的那不就是二手的吗？那人家还是要原装的嘞。哼，小丫头，你眼光还挺高的。你看住我家那小伙子怎么样？我可帮你看过了，本钱大产啊。嫂子，我回来帮忙搬行李了。是你？你们俩认识啊？糟了，怎么是他呀？万一他把我在公司偷看视频的事情告诉表姐，可怎么办呀？啊，认识，我们是同事啊。啊，对对，同事，对，我们是同事。你看我这记性，我都忘了。你们俩都在建钢公司上班。嫂子，我看门口有很多纸箱子，要我帮你搬进来吗？你帮小蕊搬到卧室去吧，剩下的让她自己收拾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，小虎长得不赖吧？你看他主动帮你的忙，你们到时候加个微信联系联系。嗯，表姐你可别取笑我了，我住几天就走了。住几天？啊，你搬一次家多麻烦，怎么才住几天啊？你自己住不是害怕吗？住这儿我更害怕了。啊？什么？没事儿，我这不是怕打扰你和姐夫休息吗？哎，没事儿，你姐夫呀过两天就出差了，我呢就搬到员工宿舍，这个大房子啊就留给你们俩，到时候让小虎好好照顾你。哎，你看他多会做家务啊，他做饭还可好了。谢谢表姐。我去，没想到他爱看这些东西。哎，你干什么翻人家东西啊你？哎，没想到你还收藏那种照片呢。不是，那是我同学书里的，又不是我的。没有，你别乱说，你再乱说我就告诉表姐你让我帮你留那里的事情，把你赶出去，让你没家回。嗯，我脸皮厚，我无所谓。不过我听说你在公司一直都是清纯玉女的形象，那些追求你的同事还不知道你喜欢看小说。小虎哥哥，求求你别说出去吗？嗯，金蕊、小虎，你们俩在里面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啊，嫂子，我在帮金蕊整理东西呢。快出来吃饭啦！哎，好嘞，来了。喂。叶主任，小虎，我听李建刚说陈七江的表妹住进他家里了。啊，对。叶主任，你绝对想不到这个人到底是谁，是人事部的金蕊。什么？喂喂，叶主任在听吗？小虎，我和李建刚的关系在公司还不算隐秘，但万一金蕊知道些什么。他天天和陈晶晶接触，说不定哪天把我暴露了。小虎，你得帮帮我。我和李建刚的关系现在还不能断。主任，我这个我怎么帮你啊？两个方案。第一，把他赶出去。那第二个呢？你去说服他，让他乖乖闭嘴。
该怎么才能搞定金蕊呢？小虎，来帮我看一下遥控器。哎，来了。牙膏呢？嗯，黄小虎的，臭流氓造东西，我倒要看看这 U 盘里藏的什么东西。哎，糟了，坏了，李建刚给我的学习资料弄丢了，要是被嫂子捡到，还不得骂死我。孙子老师身材好好，我好会玩啊，这动作，这学跳舞的就是为了买这个动作吗？这 U 盘居然被金蕊捡到了，不过他怎么好像看得比我还起劲啊？我都不知道这 U 盘里还有嫂子的视频，李建刚还真是舍得。王小虎，你无耻！金蕊，看什么呢？我没有。没有啊，手机给我，把视频删了，你给我。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你给我删，你给我起开。你当我傻呀？放开你，你又打我。呸！你们俩干嘛呢？嫂子，我们俩闹着玩呢。闹着玩都闹到床上去了。我们俩看视频呢。视频？什么视频啊？我也想看。哎，不行。你们两个竟然在一起看这种视频？嫂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哎，不用解释，嫂子也是过来人，都懂。不过你们年轻人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措施哦。行了，我也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都怪你，现在好了吧？姐姐肯定觉得我是那种特别轻浮的女孩。你要不抢我手机，她能误会咱俩吗？手机、视频给我。我还留着自己欣赏呢。你欣赏你丑流氓。今天晚上嫂子肯定误会了。不行，得找个时间跟她解释清楚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说了，视频我是不会删的。那你不删也行，你能不能不要给别人看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跟表姐说我看的视频了。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真的？嗯。做什么都愿意？嗯。那你先亲我一下。嗯。刚刚还答应了什么都可以，这么快就反悔了？我刚过来的时候撞见表姐了，她说让我今天晚上跟她睡，不行的。啊？嗯。小虎，这两天大家辛苦了，多吃点。嫂子，这也太腥了，我吃不了。吃不了。你要学会吃，你别看你现在年轻，到了你大哥的年纪，补都来不及了。他精力旺盛，用不着我当。啊、怎么了小瑞，哪里不舒服吗？这椅子坐的我不舒服。我去给你拿个坐垫吧，这椅子确实有点硬。啊，别。黄小虎你干什么？你臭流氓，你干嘛呀？没干什么，吃菜。我怎么吃啊我？不是你别挠我了，不怕痒。一会儿我表姐就来了。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，你叫什么？
小五哥哥，你放开！你们俩刚才聊什么呢？没聊什么，表姐你做饭真好吃。嗯、小虎啊，嗯、人家小蕊女孩子家家的，可要好好照顾着。放心吧，嫂子，我肯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小虎，真没看出来你魅力这么大。嫂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金蕊到底有没有事？嫂子，我跟他就是同事，没有什么事儿、嗯。昨天晚上就是个误会。嗯，嫂子也希望你不是那种玩弄感情的人。江湖那小子之前口口声声地说喜欢我，自从小蕊来了之后，他的眼睛都长在小蕊身上。他跟我说没什么，他们兄弟俩都是骗子，之前一直想赶他走，现在他转移目标了，不会再烦我，怎么还有点患得患失？小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嫂子，从你一开始骂我的时候，嫂子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没有啊，你是建刚的弟弟，我怎么会生你气呢？其实我一开始就喜欢上你了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你了。我，小虎，不要再说了，不管怎么样。我都是你嫂子，要让你大哥知道，打死你！我不怕。小虎，我们不能这样。嫂子，你难道不喜欢我吗？我也想，但是这种事情，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这样下去，迟早被你大哥发现的。那是不是说，如果大哥同意的话？怎么可能？你大哥怎么可能同意？啊，没有。那嫂子，你看我这不剩不下的，太难受了。你要不帮帮我吧？帮帮你？那好吧。那好吧。都怪你，我胳膊都酸死了，一会儿还怎么晾衣服啊？嫂子，那我帮你晾。小虎，你干嘛呢？嫂子，没干嘛。那个，我晾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那裤子掉到这楼阳台了。我看这房间好像也锁上了。这是你哥的书房，他平时出门前都会把门锁上的。说来也奇怪，他每天下班前第一时间就要回书房，也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去给你找找钥匙吧。好。这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是开放的，只有这个书房上锁。难道说账本就在这书房里？给你钥匙。好。嗯，一会儿脏衣服捡上来，你就放到脏衣篓里。我去上课了。嗯，好。
李总，来吗？谁呀、啊？等我一下啊！不好！你先在这儿等着，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。怎么就走了？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算了，还是找那傻小子来帮忙吧。喂，姐，怎么了？哎，没事，就想问问你有没有空来公司帮领导解决一下问题。哎呀，姐，你就别逗我了，我现在正忙正事呢。再说了，李总他们还在公司呢，我可没这胆。你以为我现在这样谁害的呀？都要到紧要关头了，他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就丢下我了，说家里有事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巧？我刚拿到 U 盘，李先刚就要从公司回家，现在不是下班的点啊，难道他知道 U 盘丢了？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大哥，我在晾衣服的时候，嫂子裤子突然掉下来了，是嫂子给我开的。听着，以后不允许你再进入这个房间，听见了没？知道。走。还好我反应快，差点被发现了。不过这 U 盘只能下次再拿了。嫂子，大哥呢？谁知道呢？他这两天神出鬼没的，下午那会儿回来，这会儿又不见人了。行了，不用管他，快来，咱们一起看电影。哎呦，来坐这儿。嫂子，嗯，这电影也没意思。那你想看什么？看这个。恐怖片啊？怎么？怕？怕怕什么？看看看。不过好像还是金水的更大一些吧。大姐，这电影都结束了，你在怕什么？不是，王小虎，你兜里塞啥了？硬邦邦的，硌疼我了。表姐，你笑啥呀？没有啊。塞啥了？给我看看，能硌死我了。王小虎，臭流氓！嫂子，你看吧，真不怪我。我知道，我是在想你这个傻小子，怎么什么好便宜都让你占了。蕊蕊，你怎么了？听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。没什么，就是最近遇到了讨厌的人。啊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过几天我就带你回去见见我爸妈。嗯，都听你的。你来干嘛？刚刚你给我惹火了，总得想办法给我灭火吧。流氓啊你！我告诉你，你要乱来，我就告诉表姐。你叫啊，正好让嫂子看看你是怎么偷看男人视频的。你无耻！当初是你说的怎么样都行，做人总不能言而无信吧？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跟你
你没关系，那好吧，视频我会删掉的，以后我不会再来骚扰你了。这到嘴的鸭子都飞了，以后还是离金蕊远点吧。大哥，你找我？ 我刚收到消息，金蕊这几天都不在家，就今天晚上行动，这次一定要成功，不然这个月就没机会了。听见没？听见了。主任，怎么，今晚李建刚又让你办事情了？啊，对。 怎么了？想吃吗？主任，你别这样，在公司也会被人发现的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也不怕。那你说，你是想吃我手里的冰棒，还是说想吃我，或者两个都想吃？主任，我找到李建刚的账本了。 今天晚上我会试着把它拿出来。真的，小伙，只要你拿到了账本，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就连我也是你的。主任，叶主任好。 你说以后趁半夜没人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这个电梯里。真的吗，主任？傻小子，开玩笑，这没戏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没有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。等你拿到了账本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答应。你想怎么样？ 我都配合你，主任。嗯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小虎，你怎么先回来了？啊，嫂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还搞得神神秘秘的。这不是……其实我之前看那个视频都是大哥给我的。他存这些东西干什么？是因为大哥说他跟你那个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他嫌你太没有情调。 还不如看小电影有意思。好，他跟李建刚，等他回来，我要跟他好好聊聊。哎，别呀，嫂子，你这不是把我给出卖了吗？而且最近我听说李总在公司跟女同事走得很近，你要在这个时候跟他吵架，你这不是把他往外推吗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其实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他对你死心塌地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说。 这能行吗？哎呀，你就相信我吧，这些视频我都看过了，他就好这口。嗯，那好吧。建刚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吗？景晴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了。<笑> 今晚便宜王小虎那个小子了，<笑>那咱们赶紧回房间吧啊！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，好不好？大哥他最喜欢这种女仆装，而且我看那些视频，场景大多都在书房里。嗯，好，那当然好了。<笑>老子都是第一次见我老婆这样子，王小虎那个小兔崽子到底走什么狗日运呢？好不好嘛？好。 当然好了，先等我上个卫生间，我就回来了，宝贝儿。嗯，等我。弟弟赶到书房了啊！你先在这儿等着，这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听见没？啊，知道了。求人都这么凶，活该被。
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上次不是没有成功吗？这次咱们再试试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真的是最后一次啊。嗯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真乖哦，性感的小野猫。建哥，你还在吗？啊，在的，在的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性急啊？娘，你轻点儿。啊，怎么了？弄疼你了？没事没事。小虎，哎，别，别叫！你给我起开！怎么是你啊？你大哥呢？这一下全完了，不仅账本拿不到，李总的任务也失败了。我应该马上就要被嫂子赶出家门了吧？小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嫂子，对不起，其实这一切都是大哥让我干的。那所以说，前两次戴眼罩也都是你了。嫂子，真对不起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才答应了大哥。没关系，我不怪你，我知道都是他逼你的。我跟他结婚七年，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为了要孩子可以让我跟别的人生，我真是看错他了。你也别太伤心了，我去把大哥叫起来。哎，等等。嗯，怎么了？如果你现在出去，那他不就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？小虎，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嫂子，什么事？你说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一会儿出去，如果你大哥问起来，你就说成功了，然后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嫂子，你这是想瞒着大哥？既然他对我不仁，就休怪我无意了。他不是喜欢戴绿帽子吗？那我就让他戴个够。小虎，你不会背叛嫂子吧？嫂子，你放心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既然你不嫌弃嫂子，嫂子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。但是李建刚那个混蛋想对我下手，我只好先下手为强。这样空着，李总他只要看一眼就能发现了。这是李建刚之前给我存小电影的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吧。这么久啊，这次大哥，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。哎，你小子还给我装上了是吧？说成了没？嗯，成功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赶紧回去，千万别让他发现了。小伙，你醒了。早饭马上就好了。嫂子，我帮你做吧。你别闹，一会儿你大哥醒来看见了。江江啊，江江啊，饭做好了没啊？哎，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小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小虎帮我洗菜呢。啊，对，我帮嫂子做饭呢。一路小心啊。嫂子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李总，
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害怕。你还知道害怕呀？你刚才在厨房跟我老婆做什么？李总，我真的只是在帮嫂子洗菜。别在我眼皮底下给我做小动作，只有我给你的你才能要。我警告你啊，如果再被我发现，立马给我滚蛋，听见没？知道了。走。哎，这么着急忙慌的干嘛呀？出什么事情了吗？叶主任，李金刚的账本就在这里面。你居然真的拿到了？等等，叶主任，你是不是该兑现你的承诺了？你放心，等我验证完过后，姐姐我就是你的了。等等，叶主任。我还想再问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等我们拿到李建刚的钱之后，我想分一部分给嫂子，给他留条后路。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你嫂子了吧？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啊。行，我答应你了。这怎么还有密码的？这可怎么办啊？你输入李建刚的生日试试。不对。那你试试陈晶晶的生日。也不对。不行，不能这样下去了。如果再错下去，我们就解不开了。那这样吧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人脉比较广。我去问问，看能不能找到黑客破解密码。也只能这样了，希望李建刚没那么快发现吧。放心，他发现不了的。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。喂，淑云姐。小虎，今天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找你自然是好事，发个地址，我来接你。好。江大小姐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这里面的车我也买不起。等你进去就知道了，走吧。老板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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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，你是这里老板？对啊。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你是怎么做起来的？像这种品牌的 4S 店竞争应该很激烈吧？很简单啊，我都不用刻意去打压他们，他们知道我要搞这个，就都乖乖去代理其他品牌了。乖乖，这就是富二代吗？好了，不要问东问西了，这里的车开上哪辆了跟我说，我送你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姐，干嘛送我车啊？你都救了我们家青青一命，我不得想个法子报答你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送出去的东西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，既然你不挑，那我就帮你选了。就这辆吧。小李，去帮王先生办理购车手续。好的，老板。姐，我原本吧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忙的，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这个 U 盘里面有我很重要的文件，但是我把密码给忘了。姐，我知道你人脉广，你看能不能找人帮我破解一下？就这事儿？就这事儿？啊，我帮你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我爸妈最近一直在催婚，你帮我当个挡箭牌，我就帮你这个忙。啊？姐，江大小姐，叫我舒莹，别在我爸面前穿帮了。可是，难道你不想破解密码了？那好吧，走吧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舒莹，这位是？啊，叔叔阿姨好，我是舒莹的男朋友王小虎。好，舒莹啊。
你终于找到男朋友了。小虎是吧？快坐快坐。哎，嗯，来坐。舒莹，小虎真的是你男朋友吗？你们俩怎么看起来这么生分啊？坐着还隔那么远。坐着还隔那么远。啊，阿姨，舒颖当然是我女朋友了，你说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妈，你想什么呢？好你个王小虎，敢占我的便宜，你给我等着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小虎啊，我们这小家小户的也没有多余的房间，你反正也不是外人了，今晚就和舒影一起睡吧。阿姨，你这是睁眼说瞎话，想让我犯罪呀？妈，我们家不是还有十几间房间吗？你这孩子，我说没有就没有。好了，小虎，今晚你就安心的在这儿睡下，这房间啊隔音挺好的，你们不管做什么，我和你叔叔根本听不见。舒影这。妈，你先出去。还愣着干嘛？说好了啊，你只能打地铺。哦。你小心点，别被他们听到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过这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，难不成那小子不行？该不会是小影带了个挡箭牌来应付我们俩的吧？舒云姐，这怎么办啊？快上床！啊，快上来呀、啊，不然被发现你是假冒的了，快点！你晃一下床，搞出点动静来。啊啊！啊啊！啊啊啊！看不出来，这小子劲儿还挺大。看来不久咱们就可以抱孙子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也回去睡觉吧。好，走。看样子应该是走了。哎，你快下去睡吧。你盯着我干什么？舒云姐，我想要。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，我想要你。你再这样，我要生气了。可是舒云姐，你看我这不上不下的，这憋着也太难受了。你就憋着呗，这一招对我可不管用。那舒云姐，那我们算是真的男女朋友了吗？你如果把你那些嫂子什么的都撇干净，我倒不是不能考虑。那我还是打地铺吧。你活该打一辈子地铺。喂，你睡着了吗？没呢，怎么了？你那边冷不冷？不冷啊，我身体好着呢。我靠，他刚才是不是在暗示我呀？这个傻，这个傻。一会儿吃完饭跟我出去一趟，带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生活。那好吧，视频我会删掉的，以后我不会再来骚扰你了。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蕊蕊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听，我有在听，你说。我们已经交往三个月了，这父母也见过，我们之间别说情侣那些事儿，我连你手都没牵过。对不起吗？你只会说对不起，我到底是不是你男朋友？你是，你肯定是我男朋友，你是。那为什么我就不能碰？你是不是背着我外面有人了？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你除了道歉还会做什么？我也是个男人，我有正常男人的正常需求，我不管。今天晚上你必须得陪我。我，你让我再考虑考虑。
金蕊，我听说你住的地方有别的男人，是不是这样？小虎啊，他是我表姐夫的弟弟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，我很讨厌他的。他是不是碰过你？怎么？他你就不抗拒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对不起，我会努力克服的。这是为什么？我才是你男朋友，为什么我不能碰，别人可以碰？电话。喂爸，怎么了？瑞瑞，家里破产了，爸妈对不住你。别急，你慢点说，多少钱？三百万。三。你快跑吧，瑞瑞。喂爸，喂。瑞瑞，发生什么事了这？我家里有点事，我现在走行不行？你走不了了。你走不了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。你干什么？这光天化日的还敢抢人不成啊？滚！你的小女朋友欠我们钱，老子拉去赔偿，天经地义。放开我！老实点，我是她男朋友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冲我来。放开我！别动！疼！他欠了老子300万，你还得起吗？怎么这么多呀？带走！好，啊，走！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王小虎，还是跟着舒莹姐好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享受，这才叫人生嘛！瞧把你美的，还对比上了。舒莹姐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回到家心里就是陈千金了，对不对？这是道送命题，我拒绝回答。哎，你干嘛？这床太小了，容不下两个人。那你就绅士一点，给我当个垫子嘛。啊？你笨死了！我的意思是说，抱着我。淑云姐，这里没有别人，你可以不用演戏的。王小虎，你是我雇来的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并不仅局限于男朋友这个身份，懂吗？妈呀，怎么感觉上了贼船了？一个黑客而已，把自己都卖出去了。明白了。王小虎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心里的女人到底是谁？淑莹姐，你真的要问这个问题吗？我就知道你要这么回答，死渣男。淑莹姐，我的心里当然只有你了。真的？对，发誓，千真万确，不然天打五雷轰。就知道，男人都靠不住。谁说的，淑莹姐？你不是还得靠我瞒过你家里人吗？王小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如果我们不是假的，是真的在谈恋爱，你会对我好吗？那肯定啊，不信你问嫂子。问他？好啊，实话告诉我，你们交往到哪步了？淑莹姐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说的是问人品。你看我在嫂子家住了那么久，她说过我一句坏话吗？这不就证明我是个好男人吗？行吧，算你躲过一劫。小虎先生，有位姓方的男士嚷着非要见你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姓方的？我不认识什么姓方的呀。滚开！王小虎，你是个男人吗？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金蕊都被抓走了，你还在这里玩女人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不是，等会儿，你到底谁啊？我金蕊男朋友。啊，你就是金蕊男朋友啊？金蕊都被抓走了，你还在这无动于衷，真为金蕊感到不值。大哥，你才是金蕊的男朋友，他被抓走了，着急的人不应该是你吗？你非逼我说出来是吧？金蕊喜欢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那你说清楚，金蕊到底怎么了？他家里欠下赌债，他被人抓走了，抓去赔偿。我
我没那么多钱。某人可真是神通广大，现任男友都不管，求到你头上了。舒莹姐，你就别说风凉话了，现在这关头救人要紧吧。行吧，既然我的男人都发话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这是1000万，快去快回，别让我等太久啊。好，走吧。你们倒是新来的，规矩老子就说一遍，里面的客人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要是敢反抗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，要是敢逃跑，老子江边还有10台搅拌机，你想试试吗？哭，老子让你哭了吗？哭化了妆怎么见人？把他给我丢到江边。大哥，这扔了多可惜啊。就这一次啊。好嘞。小妹妹，不用，来吧，走，谁都来救救我。多俊的小姑娘，我都有点不忍心了，老子再给你一次机会，300万立马放走。老子可没有你那个耐心，再拿不来钱就给你丢到江边去。小虎小虎，虽然我真的很讨厌你，但是能接电话吗？求求你了，快接电话吧。喂，怎么啥事儿啊？想我。哟，想我了吗？我需要钱，我要300万。小妮子，我已经来了。你抬头看，小五，你男朋友在？你没事吧？喂，你小子谁啊？我是谁？我当然是客户了。给你300万，我领他走，没问题吧？300万，你有吗？不认识我这个人，你还不认识他？这是只有存款超过500万。才有资格拥有的制作黑卡。这位爷，他可是我们店里的头牌，想要带走最少得这个数。算了吧，我认命。我的金大小姐那么可爱，我怎么可能舍得让别人顶你、啊、放心吧。我以为没人管我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这里边有1000万，把他们都放了，还不快滚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既然钱已经还了，赶紧把谢瑞父母放了。一定一定，愣着干什么？放人！哎，瑞瑞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买了他，你说我们要去哪儿？瑞瑞，你真的要跟他走？他和那些猥琐男人没什么两样，他只是想缠你身子。他外面有多少女人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愿意的。你行，我们分手。金蕊，你真的愿意？你又要开始欺负我了。你还讨厌我吗？讨厌你一辈子。你这么说，那我可不敢碰你了。行了，回家吧。啊啊，今天也太累了，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？老板，金蕊，老板呀、啊，你点了人家，难道你不要了吗？老板，你轻点儿，轻点儿。叫老公。我，老公。
早啊，嫂子。早什么早啊，这都中午了。你们俩昨天晚上的动静整得我一宿都没睡好。金蕊还在里面睡觉吗？啊。金蕊是个好女孩，你要好好对她。我也会好好疼你的，嫂子。哎，嫂子，怎么了？小虎，你之前答应过我，说永远不嫌弃嫂子，永远站在我这边，是真的吗？那当然是真的。那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。什么？这是我今天去医院的检查报告。怎么，你不舒服？我怀孕了。什么？谁的？明知故问。嫂子，太开心了。小虎，你别闹。你说这件事儿要告诉你大哥吗？那当然了，这个就是大哥想要的结果。那你说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儿，他会不会不放过你啊？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相信大哥不是那样的人。那好吧。嫂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去接大哥了。行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哦。嫂子，你真好看。我刚收拾好，你又给我弄乱了。你一会儿能帮我收拾啊？我不会收拾，但是我能让你没力气再收拾一遍。讨厌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嗯。大哥，小伙，我看你红光满面的，心情不错呀。没有啊，大哥，我跟平时有什么区别吗？哼，我可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，这男人到底做过什么，我可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昨天突然离开公司，肯定是去哪快活了吧？大哥，还是您了解我。哎呀，年轻真是好呀，想当初大哥我也是叱咤风云，一杆枪挑遍无数夜总会，没想到最后连孩子都没了。不知道他知道嫂子怀孕是什么反应，如果他不赶我走，那我就把 U 盘偷偷放回去，但是他要是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老婆，咱们好长时间没做了，我想最近都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怀孕了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嘘，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呢？我只是太兴奋了。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不可以那个。哎，不能就不能，没关系，孩子要紧。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怀孕的？今天，我今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的。哎，好好好，有声音就好。你确定这孩子是咱们俩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孩子不是你的是谁的？你在怀疑我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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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怎么能怀疑你呢？口误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媳妇儿，咱们不生气了好不好？啊，生气对咱孩子不好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休息吧。看来老婆还不知道他和王小虎上床这事儿，只要接下来处理掉王小虎就行了。只要接下来处理掉王小虎就行了。哎，谁呀？大半夜的想我。叶天，金蕊，你激动什么？今天酒喝多了，我老想上厕所了。行，行，你别闹。小虎，小虎，你别闹，那个地方不能碰。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我在想事情。好吧，那我给你去做早饭。不用了，我没什么胃口。喂，李秘书。马上准备10万块钱和一张车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对，马上就准备。喂，大哥，
你今天怎么走那么早啊？都不等我。今天有点事儿，需要早到办公室。对了，你马上来办公室一趟，我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啊，大哥？不能在电话里讲。正经事，你快来吧，我当面和你说。啊，行，我马上到。大哥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小虎，你跟了我有一段时间了吧？感觉怎么样？跟着大哥学了很多东西，长了好多见识，受益匪浅。哎，两个回家吗？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我是兄弟嘛，你父母就是我父母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没给咱父母买过什么东西呢。这是10万块钱和你回家的车票。李总，这是赶我走。哎呀，不要这么大反应嘛。小伙啊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李总，我跟你那么长时间，这些话你骗骗别人可以，别拿来忽悠我。你这是下逐客令是吧？行啊，既然你看出来了，我也就敞开说了。没错，我现在希望你拿着这些钱立马给我滚蛋。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老子让你假扮我，让你去上我们陈晶晶，你呢？你是怎么做的？一切都是按照你安排来的。你放屁！现在我老婆做梦都喊着你的名字，这也是我求你的。这事我真不知道。罢了，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，反正我老婆现在已经怀孕了，你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价值。现在呢，就赶紧拿着你的东西，立马给我滚蛋！行，行，卸磨杀驴是吧？我会让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代价呀？啊？就凭你啊？你个穷逼，老子赏了你几天好日子过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？不行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小虎，舒莹姐，好巧。什么巧？这是我的店。啊，没想到我就走到这儿了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怎么有空来我这闲逛？还是说想姐姐了？姐，你别说了，没工作了。我没工作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三分钱买个鸡屁股，那李健康贵贱不是个东西。什么奇奇怪怪的？算了，进我店里慢慢跟我说。走。舒莹姐，这就是我被赶出来的全部过程。也就是说，陈晶晶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你可真是个渣女。舒莹姐，这些都是李健刚逼着我干的，寄人篱下，根本就没有拒绝的权利啊。那你准备怎么办呢？我一定不会轻饶了李健刚。你想怎么做？我帮你。舒莹姐，你刚刚还骂我是个渣男，真的要帮我？你都让自己嫂子怀孕了，这不是渣男是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这件事错在李健刚，他自己不能生育就算了，还想出这么离谱的办法。青青是我的好朋友，既然她怀了你的孩子，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俩被欺负。谢谢舒云姐。不用谢，说出你该怎么办吧。舒云姐，你还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带来一个 U 盘给你破译吗？记得，当时你说这个 U 盘里面有重要的文件，但是忘了密码吗？其实这个 U 盘就是李健刚的账本，里面记录了他几十年以来在公司贪污的证据，只要能够破译他，就能够抓住李健刚的把柄，逼他乖乖就范。这个 U 盘你第一次来 4S 店的时候就带过来了，难道从那个时候起你就预想到了今天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小子藏得够深的呀。不是这样的，舒云姐，这个 U 盘是别人让我偷偷拿出来的，因为破译不开密码，所以就一直放在我这儿。舒云姐，你能找人破开这个 U 盘的密码吗？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。
淑云姐，你还有这本事呢？你当本大小姐吃素的呀？这点小 case 分分钟搞定。啊。怎么了？解不开吗？李建刚这个 U 盘采用最先进的加密技术，破解的话至少一个月。一个月？一个月我都已经被赶回乡下了。淑云姐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有是有，我可以强行破解程序，但是只能破解出一段。一段就够了。OK， 就是这个视频文件了。就是这个，这些就是李建刚的秘密账本，只要有了他们，一定能让李建刚吃尽苦头。你这臭小子干什么呢？淑云姐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你这臭小子，敢占我便宜！淑云姐，等我收拾完李建刚，你想怎么整我都行，好吧？谁呀、啊？关键时候老实打扰老子。别管他，我们继续。起来。啊。让一下。嗨、我操！是谁把老子的东西换了？谁？这几天那个贱人，王小虎，妈的，老子怎么对你这么好？给你吃，给你喝的，还把老婆给你睡，你就这么对老子的？你给我等着，等着。谁啊？来了来了，别按了。天爱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我就不能来吗？我脚都快酸死了，你难道就不请我进去坐一下吗？你难道就不请我进去坐一下吗？房间比较乱，你随便坐。我看你春光满面的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情发生了？没有啊。老实交代，我就奖励你一下。咋的这？当然，刚刚李建刚急急忙忙跑出了公司，实话说吧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确实是我，其实我破解了李建刚 U 盘的密码。小虎，你真的太棒了。我不仅干这件事情，我干别的事情也很棒。那就让我试一下你到底有多棒。是李建刚。喂，李总，你个大忙人，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？哎呦，老弟啊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老哥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现在有地方住没有啊？要不还是回我那儿先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说正事吧。那个 U 盘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发个地址给你，我们见面详说吧。只要你能把 U 盘给我，无论什么要求，我们都好商量。行啊。那不见不散。李建刚怎么说？他说只要我把 U 盘给他，什么条件他都答应。等我拿到钱，养你一辈子。那你准备找他要多少钱？100万？请进。哟，来了，老弟，
呀，来了，老弟，好久不见了，可把我想死了啊！哥跟你说呀，这家酒店是全城数一数二的啊，今天敞开了吃，敞开了喝，一切哥买单。服务员，先生，你想点什么？把你们店最贵的，什么澳洲龙虾、八二年的拉菲、鱼子酱什么的，通通给我来上两份。兄弟，你点这么多吃的完吗？你管得着吗你？我吃一份扔一份不行吗？怎么，李总，这请不起了？行，你要是不想请我吃这顿饭，我立马……哎，别！哎，兄弟，你看你说的，我哪能心疼钱呢？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上菜呀！好的，先生。兄弟，你看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了。这个 U 盘的事儿，大哥，只要钱到位了，什么都好说。兄弟爽快啊！你开个价，一万、十万，不会是一百万吧？我，行，一百万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打钱。李总，我看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 U 盘，一百万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李总，我呢，这里有十个 U 盘，一共是一千万。你看你是……去，王小虎，你敢阴我？李总。我劝你还是好好跟我说话，不然指不定明天的头版头条就变成你的账本了。行，一千万就一千万，不过我现在筹不到这么多钱，你得给我点时间筹钱呢。行，要不成这样，可以分期付款，你呢每给我一百万，我就还你一万。真拦住这小子，赶紧干掉他！可以，那就分期付款。行，不过李总啊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喜欢给自己电脑里的东西备份，毕竟是电子产品嘛，说不准哪天就坏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再过两年，我这手里再多出这么一两个 U 盘，这个你就定了。也算你小子狠呐！我现在就给你筹钱，打这以后咱们恩怨一笔勾销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来了来了，小虎，李建刚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当然没有，你看我这不毫发无损吗？当然没有，你看我这不毫发无损吗？事情一切顺利？嗯，当然了。这么多钱，你一共敲了李建刚多少钱啊？一千万，这只是一部分。一个 U 盘你就敲他一千万，你也太黑心了吧？我当然没有那么黑心了，我卖了他十个 U 盘，一个 U 盘才卖他一百万，已经很便宜了。十个 U 盘？李建刚有那么多 U 盘吗？当然没有啦，不过我把他的账本拷了十份，他没办法，只好全部买下来了。你小子可真够坏的呀。那你准备拿这些钱干嘛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包养你了。喜欢吗？喜欢的话我们把它全撒了。嗯。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。是啊。不然，嗯，你别去李建刚那里了，我养你。就用这些钱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别忘了，我还有本钱呢。你不说我都还忘了，你还有这些钱呢。
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。小虎呢？他没跟你一起回来啊？他已经滚蛋了。你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。蓝晶晶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我老婆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有什么想法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小虎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李建刚？怎么真不接电话呀？是不是真出什么事儿了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李建刚。王小虎，王小虎，我本以为是迫在免灾，没想到王小虎根本就没有解析数据，只是解析出了一部分数据。然而那个视频对我根本就造不成威胁，王小虎竟敢骗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才在外面听好大动静。怎么了？还不是王小虎搞的鬼。小虎他干什么了？他竟然用假视频骗我一千万。一千万？不可能，小虎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这小虎小虎叫的还挺亲切的，你怎么不找他去过日子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来说说看，你这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你这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早就知道了，连做梦都叫着人家王小虎的名字，没话说了吧？这些不都是你要求的吗？行，我不跟你废话啊，反正现在咱们也做不了夫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从来都没有和你离婚的念头。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你了。你干嘛？你弄疼我了？我要让王小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你小子本钱确实很足，姐姐我都有点离不开你了呢。主任，那你就永远跟我在一起。你想得美。不过看在这一千万的份上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还考虑什么呀？我能让你一辈子都离不开我。还是快点去接电话吧，说不定是正事儿呢。好吧。喂，喂，王小虎，陈晶晶现在在我这儿。你要是不想让她有什么意外，赶紧拿钱赎人。李金刚，你疯了？晶晶姐是你老婆，你绑架她来威胁我，你有病啊？我老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我老婆的关系。李金刚，那都是你让我干的。可我没让你假戏真做。我什么时候假戏真做了？那我老婆睡觉的时候为什么都喊着你的名字？这时候我就得咬死和陈晶晶没有任何关系，不然嫂子就危险了。那我哪知道，那可能是碰巧梦到了吧。我懒得跟你废话。来叫两声让你的小情人听听。李建刚，我跟王小虎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满意就冲着我来。你不要在这难为别人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护着自个儿的小情人呢？真不要脸。李建刚你疯了。你不要动嫂子。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。心疼了。好啊，一个亿。什么？一个亿？你给我一个亿，我现在就放了陈晶晶。李建刚你疯了。我从你那儿才拿了一千万，我哪来的一个亿给你啊？那我管不着，明天中午12点要是看不着钱，老子就杀了陈晶晶。李建刚你别动嫂子。你知道是你嫂子。明天中午12点到城西废弃的工厂来，晚一秒老子就杀了陈晶晶。李建刚喂喂。
喂，小虎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那可是1亿呢。都怪我，是我太贪心了。不怪你，是李建刚太可恨了。天姐，你那儿有钱吗？姐姐都靠你包养了，我卡里还有李建刚年前给我转的30万，我都转你。算了，这些钱根本不够，我再想其他办法借一下吧。也只能这样子了。输赢钱。这个小虎忙起来就把姐姐给忘了，下次见面一定要好好教训你。小虎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。淑云姐，不好了，天君姐被李建刚那个混蛋给绑了，他说明天之内要是凑不到1亿，他就要撕票。你说什么？李建刚他找死。小虎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这1亿我等会转给你。淑云姐，芊芊是我的好闺蜜，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啊。再说了，她要是出事了你能好过吗？我可不想看你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淑云姐，我想要李建刚身败名裂，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放心，我会这么做。但现在最主要的是晶晶啊，她还怀着你的孩子，她不能出事。淑云姐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，你先回去等消息吧。好。喂，爸，我有个事跟你商量。李建刚，你不得好死！贱人，老子哪里比不上他啊？你敢给老子戴绿帽子？小虎哪里都比你强。你不死！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！想死是吧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成全你了啊！我先杀了他。到时候再送你下地狱。你不要杀小虎，你要是杀了小虎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贱人，我李建刚，我把钱带来了，快放了嫂子。李建刚，没想到那个小子居然真的来了。好，我让你眼睁睁看着我是怎么弄死他的。嫂子。嫂子，我来了。王八蛋，你把老子害得钱没了，老婆也没了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李金刚，我把钱带来了，话好好说。你杀了我你也跑不掉，那我们就一起死。你有什么就冲我来，你不要动小虎。陈锦清，死到临头了你居然还护着他，我现在就把你弄死。不关我的事啊，不关我的事。小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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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。嫂子，李建刚呢？他已经被警察抓走了，据说是因为贪污金额巨大，这辈子都很难出来了。你真是吓死我了，那个刀距离你的心脏就差1厘米，如果真的刺到心脏，你就很难救回来了。没事，小时候算命的跟我说过，我命大，死不了。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？你朝他要的那些钱。出什么事了？都被警察当作赃款充公了。一点都没留下？嗯。我的钱哪。哼。原来你们都在啊。我们是你的女人，肯定要来看你啊。可是我现在也没有钱。没关系，我们养你啊。